喺法国嘅一座古城，公元前几千年建立文明，多次战争令居民无法生活安宁。卡卡桑以卡尔卡夫人命名，查理曼军队围困卡卡城堡，卡尔卡调兵遣将守护国土，被包围五年，断粮危机冇嘢依靠，卡卡桑莫非已经行到最后一步？彼得人逼到死角，夫人灵机一触，决定放手一搏。呢个赌博正确，响起胜利号角。城堡见证无数子弹，法国人民见证城堡列入世界遗产，永垂不朽，唔会被摧残。命中注定嘅不平凡。哎，卡卡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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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战争的场地，公元二千年设计的游戏，我们好像搭了时光机，一起回去中古世纪。建筑修道院去修道，有客栈就要起炉，你占领我的城市令我愤怒，还要派几个农夫去霸占草原，到时被我反抢，你没得埋怨。河流两边铺满城市，城市的作用是拿来分享，为了奖赏我们使出伎俩，我们一路敢抢，城市变成战场，历史教导我们这样会两败俱伤，我们火力太强令卡卡松遭殃。玩游戏最重要是头脑清醒，要有良好反应，玩完要懂反省。卡卡松，卡卡松，卡卡松。